废话欢迎，这里是廉价狼的民事游戏频道。不管你是狼兄弟还是纯 A 来的纯 A 友，你们好啊！没错，就算再忙，也要惹 YT 大姐不开心，依旧拿真人快打来跟各位一起嗨啦！不开盈利，不用会员，跟各位一起嗨到爆！Fatality, Melina wins. 好假！哈哈，据上回很多人要求想要看的蓝波之后，再也非常多人要求的 Melina 这个变态猎嘴女，但我还蛮想玩看看的。Yeah！ 哎呀，第一场打自己的好姐妹啊！这个黄标的出场又来。Stay away from Liu Kang. Afraid your new. 哎呀，姐姐，这人一半感情甲袂散。That you'll eat him. 人家甜言蜜语不是都说要吃了对方吗？那才是爱情的最原始。哎哎哎哎，听人家讲话，姐姐。等一下，等一下，姐姐，我看一下招式表，这老规矩啊。是，下流至极，这是什么？我一定要试。姐姐让我试一下，让我试一下，真的，不要切我屁股啊！哦，还好嘛，只懂懂嘛，九尾，刚刚那样不够下流啊！真的，哎呀，啊，卖滚啊，卖滚，看了了啊，真的，哦。哎呀，你以为只有你会丢啊，真的？不要再丢了，真的！我舔，我咬。Oh my！ 来嘛，真的，让我试一下大绝，来嘛。姐姐，我不是你施大绝啊，姐姐！哦，喂咪咪，喂金甲头，哦，喂头壳小，哦，被你打完之后我还不能用大绝。哎，太多了，太多了，姐姐，太多了，姐姐。耶，哈哈，哈哈，咚咚，哈哈，好强。把酒，好吃的外带，死亡旋转，哈，有了，哎呦，人都想过，人肉绞肉机，而且门尼亚这么帅，可以吗？哎呀，短发俏丽的姐妹，没有，我是光头版本。不要用头敲人啊你！这腿也太短了吧！哎呦！哎呦，好你家在，吓死我了！让人家抱一下嘛，好姐妹，我走。我家。哎呀，我怎么学那么像？哎呦！哎呦，吓死我！喂！喂！闪掉！喂，错兵！哎呦啊啊！还是中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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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被挡到了。鬼在！哇！哈哈！哎呦！啊！地震啊！这什么最新骨疗法？直接变脸，我靠 ！Face， 哎呀，阿伯，这男的很可怜啊，他要出来被插几次啊？喂，哎呦，哎呀，你想干什么？鬼！这是什么弓箭啊？哎、欸，阿北，你这到底行不行啊？下流至极！哎呦哎呦，阿北闪过！啊啊！哎、欸，想干什么？多谢阿北。做什么？哈哈，蛋蛋！舔个阿伯好像突然觉得不是很舒服啊！You choose enemies poorly. You're right. This will be too easy. 太简单了 ，Melina。Fight！ 喂！哈哈，接到了！喂，哎呦！那不是一起？哎，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哎呀，救！那两个已经比我的把救还，比我脸还大了，这是怎样？哇！喂！哎呀！哇！我天！哇哇！哎呀呀呀呀呀！哇哈哈！哎！耶！懂我的戏！刚舔阿北有点不舒服啊，所以还是来坐角落好了。莫莉娜打车轮！哈哈哈哈！然后做成汉堡。Scarlet, Devora, you. I can't choose. Choose what, human? Who is the creepiest woman of our world? 这是性别歧视啊！ Fight. How dare you? 哎呦喂！哇，这招好爽啊！上去！哎哈哈！刚刚发出很好笑的声音，哎呀，想干什么？毒龙砖啊！哎呦，哎呀，哎呀，哎呀，上去了，你刚刚好。哈哈哈，我靠！哈哈，中了，再见啦！哦，我觉得吃到会发毒啊，然后又一直外带。Nice。哎，这边好像有场景终结。哈哈，你水我哦，我以为是直接就下去了，结果原来是挂起来下去洗啊，水温爽。这个温爽可能瘦身效果太好了。哎呀，打了一堆臭男生之后，终于有好姐妹来了。哦，为什么你的出场那么耳烂呢、啊？我的只是差一个可怜的男人，你却直接把男人吃了。Oh hell no！ 哎呦，我的招式他都会，感觉有点危险。上去吧你！哎呦哎呦，哇靠！哎，想干什么？
吃下去啊！我还发抖啊！啊！哇！啊！怪我被外带了，哦，打包。我怎么打不上去？我靠，那个缩滚是怎样？哎呀靠！你为什么你要变？哎，让我变啊！哈哈，中了，我个毒人！哈哈，好姐妹，我们来甜蜜的变脸一下。Yeah！ 哇，这次打得也太顺了吧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这穿什么好炫炮？哎！哇，好外皮！哇，这个好炫炮啊！突然有点被吓到的感觉。通常妹下腰微笑吐舌挑逗，应该知道性感到 YT 大姐不高兴才对，但这应该不能黄标吧，因为硬不起来。哦，虽然刚刚被扁，但起码一场都没有输，一定孙的啦。 Round one, fight。喂，你想干什么？哎呀！啊啦！哎呦，我前面好打，怎么先？哎呀！啊！啊，到手不够长啊！麦脑！哎呦，我闪！啊靠！哎呀！哎呦！啊！不会吧，不会吧，我靠！神，我，哎呦喂，哈哈，直接踢到不见，哇呀，恐龙，哎，虽然那刀不能接，但还是可以撞他，哎呀，不要再叫恐龙了啦。但我喜欢恐龙，哎，我靠！哈哈，哇，镜头就被打掉一半的血。哎呦，哎呀，我靠！滚！哎，有人又要被切了！哦，再做一次迷他了。With the hourglass won, my thoughts turned toward my sister. I was born from her flesh. We shared the same blood. I wanted us to be family. But she wanted me dead. I was not her twin. I was a monstrosity. How horrified she would be
to know that I've used Kronika's power to take her place. Under my parents' adoring gaze, I rule the realms as Conum of Time. My sister's friends, her lover, they cherish me. Katana is forgotten, her name buried in the sands of history. Yet even I can't reign forever. Like all queens, I need an heir. Someone to carry on in my name and see my will done across the eons. Unlike my sister, my daughter regards me with awe and wonder. To her, I am no abomination. I am perfection.夜打完收工，也感谢各位一起嗨到最后。Melena 这角色太棒了，残忍至极又重口味，但却在最后突然展现那与外表不符、既纯真又充满母爱的一面，就像一个单纯想要被爱与呵护的少女一样，让我一改先前对她的印象。天哪，不对啊，怎么突然觉得她楚楚可怜又含情脉脉？我没那么重口味啊，我。Melena wins. Flawless victory.